怎么，姑娘如此健忘？不过分别了3个月，就不记得在下了。王爷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这我倒要问你呢。既然你来了京城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可是付过定钱的，你不会想要赖账吧？ 是不是偷偷代课了？哎呀，你听我说，若你没有接到月神婆婆桂花蜜粉，今天你的脸为什么会那么的粉，那么的黄，那么的好看？王爷，小璐，再贫嘴，我就把你派到庄子里去。 王爷，我就是跟小琴姐姐聊聊天，您怎么也偷听啊？你奉承人太过恶心了，污人双耳，要不然我才懒得管你。不过，小璐说的确实没错，小琴今日确实娇俏了很多。兴许是因为新衣裳的缘故，颜色好看就衬得肤色好看了。 说的确实没错，这身衣裳做工确属上乘，而且价格还极为公道。奴婢在西郊的一家小店制作的，好多人都慕名而去，也都冲价格便宜。还有霓裳姑娘的手艺好。霓裳，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啊？王爷，这真的不怪我呀，我真的将全城我都翻了个遍了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在那么一个小作坊里边。 王爷，我也不知道，怎么就那么寸？哎，你慢点啊！没事。 方氏制衣铺大量仿制我苏氏的款式，且以低价出售，对我苏氏造成重大损失。今日我来呢，是想通知你们立即停止仿制我家的款式。如若不从，我将抱由官家处置。你方氏以后不会再仿制别家款式了。霓裳，霓裳，公子说的有理。 仿制别家成衣终究是窃人心血，我们深感惭愧。今日公子提出给方氏机会悬崖勒马，霓裳感激不尽。单凭你口头保证，本公子不能信服。从今日起，我将每日前来监督你是否言出必行。公子若嫌，请便就是。霓裳，你真的答应不再仿制我家款式？今日之事。 就算公子不提出，我也考量许久。靠仿制别家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们方氏需要自己的风格。霓裳不行啊！如果停止仿制别家，咱们生意就走不下去了。对呀，咱们大部分的主顾都是拿着别家的款式来让咱们照做。咱们如果不仿制的话，他们以后就不来了。就是。<咳> 好，有志气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会每日前来盯着你们。你就尽管来，反正我们家也没有你的份。霓裳，你可想好了啊？我们真的要靠模仿别家，我们就永远是现在这样了，还会落人口实。只有走出自己的路，方氏才会有新的天地。 我先走了，你去哪儿啊？去采花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
哎呀，你留下来看店，啊，你看好它啊！好好看店啊！切！哼！哎！你有钱你不赚！你看看。 连块布都整不平，我要是客人，我看都不看我就走了。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吧？啊！王爷，二位不必多礼，快请请。你我也算是旧交，平日里一直留意着你们的消息，见到你们平安无事，本王就放心了。 云锦庄的事情，还望节哀顺变。多谢王爷。可惜王爷错过了，霓裳才刚刚去山里采花了，霓裳也一直惦记着王爷呢。那本王就不多打扰了，日后有什么难处，尽管到洛王府找本王便是。王爷慢走。你为何打我啊？让你胡说八道。 霓裳何时惦记王爷了？他本来就是嘛，霓裳总说还欠王爷一套冬衣呢。那霓裳惦记的是冬衣，也不是惦记王爷呀。你为何又打我？打我又打你，这又是偷懒啊！每天只知道打打闹闹的，还不赶紧干活去！干活！我这穷的都要喝西北风了，我可不想闲人啊。 怎么，姑娘如此健忘？不过分别了三个月，就不记得在下了。王爷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这我倒要问你呢，既然你来了京城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可是付过定钱的，你不会想要赖账吧？ 抱歉，都怪我当初走得太匆忙。若我在的话，多些人手，也许你师父就不会。不，这怎么能怪王爷呢？若云锦庄没有出事，你应该会继续留在那里，继承你师父的衣钵，实在可惜。此一时，彼一时。 谁又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唯有朝前走，一直走，走到没有尽头罢了。霓裳姑娘，果然非寻常女子也。王爷过誉了。或许对其他女子而言，温柔贤淑会是最好的赞美，但对我来说，果断、勇敢。 兴许才是最有用的。那你之后如何打算？我想好好经营方式，在京城立足。要我看呢，你不应该把眼光局限于方式，更应该一点一点地增加自己的资历，这样呢，才能为将来做大做强奠定基础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经营方式绝不仅仅为了维持温饱。 我有责任将它发扬光大。
王爷，到了。屋里简陋窄小，就不请王爷进去坐了。在外人面前，还是称呼我为欧阳公子吧。不然你私底下与一位闲散王爷有来往，有心人可是会说闲话的。嗯。对了，听说你们颇遭同行嫉妒。他们嫉妒他们的，我做好我的便是。不对，再强大的人。 也要避免为自己树敌。更何况现在的方式还不够强大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你们现在接的订单是否忙不过来？现在店里人手不够，但是主顾却是越来越多。将订单的部分工序分给同行一些，他们若做得合格，你们便收获。这样同行们有了一定收益，便不会再诋毁和排挤你们了。 这样一来，你们也可以轻松一些，腾出手来接更多的订单。此方法甚好，我们可以只管画图，制衣嘛，只需量好尺寸，交给别人来代工，分工合作还节省了时间。不过刺绣还是得我们自己来。依我看，你们完全可以拉拢这城中的中小制衣铺，形成结盟。一个方式力量虽小。 但许多个方式加在一起，完全不比那些大商户差，甚至可以直接跟他们抗衡。只可惜现在的方式实力不够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好吧，那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欧阳公子，稍等我一下。 这给你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之前在云锦庄你让我绣的绢子，你忘了？不知可否为在下绣一个山茶花的绣品？绢子汗巾都可以。多谢姑娘。还有，能再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能帮到你，我也很高兴。因此，姑娘不必客气。那。 我走了。嗯。元宵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怎么生气了？你自己看。掌柜的在吗？这位漂亮的姐姐，您是来我们家做衣裳吗？嗯。成天，元宵，进去。啊！快进去，进去，你快走吧。 我们不做你的生意，你快走！舅妈，听见没有？你快走！怎么了，舅妈？哎呀，她是天香楼的舞姬，近几年没人捧场了。听说天天走到大街上拉客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我们这轻轻白白的，只丢不起这个人。不管大嫂怎么说我，我都可当听不见。毕竟满大街都这么讲，也不差你一个。其实我说的不好听。 那就请回吧。舅妈，您别这样。霓裳，咱们还没穷到那份上，要接这种人的活儿。咱们先听客人把话说完，好不好？不知这位姑娘想做什么样的衣裳？天香楼一年一度的舞姬大会，不知姑娘可曾听说过？我们可是正经人，你们这种下九流的大会，谁还知道？ 我从小被卖进天香楼，自幼习武，也曾经是天香楼首屈一指的红牌。怎奈岁月不饶人，容颜渐老，也无人再问津。可是我不甘心，我跳了那么久的舞，就想再搏一把。如果能够在舞会上夺魁，我就可以不用去杂役坊，成为教习。 霓裳姑娘，我今日特地来找你，是想请你帮我做一件舞衣，希望能够惊艳四座。我知道旁人都怎么讲我，但是我叶蓉，行得正，坐得端。我除了跳舞没有什么别的本事，但是也绝对不会做那些不三不四的勾当。
倪长姑娘，不知你可否愿意帮我？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如果抓不住，我这辈子可能就完了。倪长姑娘，不知你可否愿意帮我？ 倪长，此话当真？那就多谢倪长姑娘了。叶蓉的后半辈子就压在姑娘这儿了。哎呀，我不同意！你怎么能答应她呢？舅妈，那叶蓉也是个可怜人，她想搏一搏自己的前程也没有错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她？ 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给这种人做衣裳，这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舅妈，咱们既开店，无论是达官贵人、贩夫走卒，还是良家妇孺，再又是风尘女子，都是我们的客人。舅妈，您就让我试一试吗？因为那叶蓉姑娘是目前唯一一个来咱们店里没有拿着画好的图样，让我们来照猫画虎的客人。 他给了我们新的机会，我也不想错过。舅妈，你就让倪长试一试吧，说不定以后我们就不用再仿制了。舅妈，其实袁香说的对，你就让倪长试试吧。舅妈，舅妈，舅妈，哎呦，行行行行行，要是你们试，是。 没事吧？嗯，我没事。苏公子怎么在这儿？你这人怎么这么莽撞？一个姑娘家，孤身一人来到这种地方，要是出了事，该如何是好？这几天我一直跟着你。至于理由呢？你也会猜到的吧？咱俩之间的陈年旧账，要是不算清楚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我没什么账跟公子算。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你还要应酬？妮儿，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啊？公子请自重，小女霓裳，公子真的认错人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霓裳就霓裳，以后啊，你叫我文姨便是。飞燕草，姐姐果然没说错。 太危险了，我来帮你撒。苏公子，没事儿。小心点儿。没事儿。你要的花。谢谢你。 苏公子，你从小被仆人包围着长大，这种撮合不适合你。那这样的事情就适合你一个弱女子去做吗？我跟你不一样。
我是手艺人，凡事都得亲力亲为，不会的事儿也得学着做。你先下来吧。等一下。你慢点。你的花，哎，没事吧？你的花。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我看看。哎，不用，没事。你别动。真不用。你别动。我看看。以后当着别人，我会叫你霓裳。但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，你就是你啊。我知道你的身份不能被人知晓。你放心，我会永远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谢谢你，霓裳姑娘。我帮你是因为你刚才也帮了我。而且你也是因为帮我踩块才受的伤。慢点，慢点，是这儿了吧？应该快到了。你小心。到了。您慢走啊。还好你这近。霓裳，我让掌柜的派马车送我回家，顺便也送你回制衣铺吧。嗯，不用了。霓裳姑娘，您一天也辛苦了，这就让在下派马车送你回家吧。那就多谢苏公子了。文宇哥哥。文秀妹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奉二叔之命来这边巡店。霓裳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也来了京城。原来你们认识啊，那我就不用引荐了，真是缘分。是啊，还真是有缘分。和你的缘分我可不敢消受，总不能跟害死师父的仇人扯上什么关系吧。彼此彼此，师父他在天有灵，也会这么告诫我的。你这是何意？你心里清楚，云锦庄走水那日，你的行踪至今都未能告诉我们。文宇哥哥，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若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也不会失去师父，失去云锦庄的。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追到了这里，还纠缠上了你。不许胡说，你一个姑娘家在这说的都是什么疯话。文宇哥哥，你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骗了，我跟他同窗几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清楚。别说是你了，就连当今的王爷。住口。他严文秀尚且不及霓裳，你也不顾及你一个千金小姐的体面，在他大街上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苗小姐，大少爷，苗小姐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让我好一顿找。你是怎么伺候表小姐的？任她一个姑娘在这大街上大呼小叫，丢人现眼的。站着聊了这么久了，我肚子也饿了，不如你请我吃好吃的吧。好啊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知道那边有个酒楼不错，咱们去那儿吃吧。行啊，那咱们现在去。你的脚？没事了，现在已经不疼了。第二，送表小姐回去。走吧。文宇哥哥，文宇哥哥，麻糖酥糖。
王爷。王爷，不好了！何事惊慌啊？方才我在街上，我看见那位姑娘了。霓裳姑娘，霓裳姑娘跟一位翩翩公子走了。胡说八道！千真万确呀，小鹿亲眼所见。那公子吧，长得人模人样的，但嬉皮笑脸。霓裳姑娘还非要让他请吃饭，非要。对啊。哎，少爷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，表哥不是同霓裳一起去吃饭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？与你何干？我且问你，你以前和霓裳一同学艺，为何闹成今日这般啊？霓裳啊，她可不简单，突然出现就笼络了师父跟一众姐妹，我才不屑与她为伍呢。霓裳可是半途拜师？是啊，两年前被师父救回云锦庄时，她还笨手笨脚的，连花都绣不好呢。这时间正对得上谢家流放，果然是你啊。可是为何不见谢伯父、谢伯母，还有谢家大哥呢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妹妹还是早点休息吧，我先回屋了。哎，表哥，我劝你还是趁早离他远一点，他故意接近你便有所图，你可不能着了他的道啊。表哥，哇！哦，这么好的饭菜哪儿来的呀？自是有人请客的。哪个冤大头啊，肯花这么多银子？不会是苏公子吧？那我可不吃啊！那个登徒子的东西我不吃。哎，霓裳，你这不太好吧？让那苏公子以为你有多贪婪呢，连这几个小菜都往我们家里拿。如若他会这么想，觉得我不过如此，或许还可以少来往了。你若真的要请我吃饭，我可以带走吗？嗯，我觉得霓裳做的对，就得让那个纨绔子弟断了念想。行，就我今儿多加碗饭。要我说呀，这送菜的他就不懂事儿啊，哪有光送菜不送饭的？幸亏我煮了饭。来，我吃饭。饭真好吃，这个真好吃。来来来来，吃两碗。掌柜的在吗？谁呀？你们俩去看看啊。你快去快去快去。哟，您又多拿双筷子。吃饭点。你找谁啊？姑娘，你们的菜到了。我们的菜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我可不管，反正有客人付了银子，吩咐我送到你们这儿的。嗯，谁送来的？那人看上去像个侍卫，我也就没敢多问了。那他有没有说送来是何缘由？这个倒没说。哦，那位大爷吩咐小的转告一位叫霓裳的姑娘，说让姑娘多吃些，好好补补身子。哎，你看，这菜给你们放哪儿啊？知道这么多菜，我就不煮这个饭了吗？哎，就这个味儿，我不用尝就知道，这是醉仙楼的手艺啊！不会又是那个姓苏的小子吧？这个贼心不死的家伙！不是苏公子，管他是谁呢，吃了再说呗。对呀，吃了再说呀！说吃就吃，赶紧吃！吃你的醉仙楼吧！早知道支撑了那么难受，少吃点。醉仙楼的饭菜，大家可还满意？确实挺好吃的，多谢王爷。我倒是听小鹿说，你今日
非要让一位公子请你吃饭，本王倒是没想到，你在京城的朋友还不少吗？王爷这算是憋不住来找我问话了。好大的胆子，既知本王要问话，还不快快回话。他是苏家的大公子，依我仿制了他家的衣裳前来兴师问罪的，这么认识也算不打不相识吧。仅此而已。王爷可是在审问我。你毕竟年轻，又是初来乍到，结交朋友需小心谨慎，我多问一句也是人之常情啊。他是一大公子，我不过是个贫寒孤女，我们俩的人脉境遇皆不相同，以后也不过是泛泛之交而已。话虽如此，但毕竟你在京城始终是势单力薄，在站稳脚跟之前须得心无旁骛，一心打拼前程才是正道。我之所以送菜过来，便是要提醒。哦，王爷，您板着脸教训人的时候呀，特别像我爹。这什么？你爹？我可不要做你爹。小女子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嘛。那也不行，我也没比你大几岁。那既知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就别整日学那老夫子，讲起大道理来一套又一套，烦都烦死了。王爷走的时候记得帮我关门，慢走不送。这是今年江南收来的新茶，这茶叶可是你采买的？恐怕你早已喝厌了。云大人，是我用上年的旧茶顶了今年的新茶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，今年江南洪灾，就连粮食都快吃不上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这袁大人平素待你也不薄，这些茶叶都是要进贡的。这但凡出了什么差错，是要掉脑袋的。可我们不过也只是抠了点油水啊，最后那大头都留给大人您了呀。放肆！袁大人给你个好营生，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信口雌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乱棍打死。不，大人，大人饶命！慢着，大人。本官平素里最欣赏的就是这种敢言真话之人。既如此，你便把这袋茶叶吃了，刮刮你肚子里的油再走。袁大人，这和要我的命有何区别啊？本官让你把它吃了，便可饶过你的性命，还不是恩典吗？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伺候这位买办，吃茶叶啊！袁大人饶命啊！袁大人，使不得！袁大人，我。
叶蓉姑娘，衣裳在这儿呢。太美了，真的是太美了。霓裳姑娘，我该怎么谢谢你？可要试试，如果不妥的地方，我还可以修改。好，我这就去换。哎，且慢，可否答应我一个请求？你帮我制作了如此惊艳的衣裳，叶柔不胜感激。姑娘单说无妨，只要我能做到，必将竭尽全力。你可否现在把脸上的妆容给洗去了？霓裳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性的让你去做，就可惜咱们没能去那个武技大会一饱眼福。自从那个叶荣巴特头筹之后啊，大家伙都知道这些衣裳是在咱们店做的，全指名道姓的让你来做，可把咱们霓裳给累坏了。你怎么只心疼霓裳，不心疼心疼我呀？大姐，您比我都健壮，您用得着我心疼吗？你要不要我把你嘴给晕一晕？我心疼你，我心疼你。你看啊，我们的小胖胖最近日渐消瘦，辛苦的瘦的跟个纸片儿一样。你以后不叫小胖子，您叫小胖片儿。我叫你纸片。霓裳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？给你买的麻糖，快尝尝。我还有这个，我给你买的钗子，还有香粉，都送给你了。你买这些干什么呀？我又不爱吃糖，也不用这些，你拿回去吧。给你买的你就拿着。不用，拿着吧。霓裳不要，多浪费啊！我留着吧。什么呀？麻糖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你们，怎么了，苏公子？东西给我们心疼啊？嗯。哪里的话，你们要是喜欢呢，就尽管拿去。还有啊，你们这儿啊，要是有什么活忙不过来，就可以告诉我。你别看我是一个大男人，但是这些针线、裁剪之类的活呢，我可不比你们差。哎，你别动那些。我说苏大公子，霓裳很忙，您要没什么打紧的事儿。就不要老来打扰他。还有啊，我们这些穷人呢，时间很值钱，不像您似的，没事先来到处乱逛。是啊，待会儿让舅妈看见，以为我们偷懒，又要挨骂了。你就算为了霓裳着想，请回吧。请吧。行。那好吧，霓裳。那我今天就先不给你添乱了，啊！以后你要想吃什么，我下次给你买回来。霓裳想吃什么，自会告诉我，我也自会给他买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请吧，苏大公子，大门在那儿，您很熟悉，请吧。霓裳，那我先回去了。
这个苏公子还真是百折不挠啊。什么百折不挠啊？这就叫居心不良。他倒是没什么坏心，就是你俩吃的挺开心。以后不准乱拿人家东西。霓裳姑娘客气了，我表哥家大业大，几个小钱不过是施舍罢了，不用客气。言文笑，你怎么来京城了？你跟霓裳在一块儿倒是我没想到的。有什么想不到的？我们三个本来就是好朋友。我一直在想，要是师父没有出事，我们还有恩师，还可以时时回云锦庄去探望。要不是为了救他，杨文秀，我说过了，我娘的死跟霓裳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更轮不到你来这儿嚼舌根子。事情过去那么久了，我不是刻意要针对你，但我每次看到你，难免会想起失去的师父，所以会很难过罢了。你不是一直问我，走水那日我在干什么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那日我正在园子里看花赏月呢。你可有人证啊？怎么，没有人证就证明我一定有问题吗？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自然是任你红口白牙，怎么说都行。你这么说就是不讲道理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把帽子扣到谁头上，都改变不了师父因你而死的事实。我说你有完没完了？你到底来干什么的呀？我就是想问问霓裳姑娘，跟我表哥是怎么一回事。你说苏文宇，那日你俩从城外双双回来，是去干什么了？你为何不去问你表哥，却来问我呀？那日我们不过是碰巧遇上，一同回来罢了。你不必多心。不过呢，你这位表哥确实是一位谦谦君子，待人温和有礼。我长这么大呀，从未见过如此有风度、有教养的男子。这样的人，以后还需用心结交才是。你不许接近我表哥！哦，为何不可？严大小姐，您要没有别的事，还是请回吧。请吧。哼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家这些成衣，应该是仿制别人家的吧？那只是之前的样衣，我们早已不做仿制了。不管怎样，之前仿制也是仿制。要是被官府知道了，可是要吃官司的哦。霓裳，我劝你一句，离我表哥远一点。霓裳，严文秀刚才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可是他说的也没有错，师父确实是因为我而死的。你又来了，我娘的死不是你的错，跟你没关系，你还让我说多少遍呀？霓裳，想必师父也不愿意看到我们自怨自艾、自暴自弃。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，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出息？不会的，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记账和算账也都没出过错呀。当初我娘在的时候，我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，由着自己的性子胡乱行事，也不用去考虑后果。可是自从我娘走了，我反而没有那
那些心思胡乱插科打诨。我们总是要长大的，霓裳也是身世坎坷，可他从未放弃过呀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也要打起精神来，日子还长着呢。对，我一定要成为全京城最好的掌柜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。所以，你是在故意接近我吗？我说的实话也有错呀。这怀州的织绣又精进了不少吧？大爷，这可是来自怀州上好的丝绸，要不您买几尺回家做身衣裳？好，我就要这匹，给我量5尺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这点儿，它刚好就是5尺，我给您包起来。王爷，您买这些布做什么呀？这都是府中织娘的事。您稍好，傅银子。啊。谢谢大爷。王爷，您去哪儿啊？咱马车在后边呢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再逛一逛。王爷，别跟着我啊！我。啊，慢走啊，现在来啊。好啊。行啊，成天，这个让你这么一划了，又清楚又明白啊。还行吧，舅舅，我还会很多做账的方式。等改日闲了啊，我挨个给您演算出来。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，啊？那这么爱表现，猴戏你也会，那使出来给大伙瞧瞧呗。不是原香，这几天我招你惹你了，你干嘛跟我说话老夹枪带棒的呀？不，欧阳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这位客官，你们都认识啊？认识。对对，以前在怀州，这位欧阳公子啊，就住在我们家隔壁。对对。听说你们在这里开店，老朋友过来看看。霓裳姑娘呢？在后面呢，我就帮你叫她去，招呼着啊。成天，招呼好你的朋友啊。哎，您随便。那个，哎，夫人，公子，咱要不又来了一个找霓裳的？这位公子，这相貌也太出众了吧？出众吗？嗯，这跟我年轻的时候比起来，也就是大众吧。嘿，你还嘚瑟了你？嘿，见过欧阳公子。那个。算你的账去。我是来催货的，不知这个月能不能做好。实在抱歉，近日事忙，公子的冬衣还未来得及做。还没做。霓裳想给公子做一套与众不同的冬衣，一时没有想法，所以就耽误了。方才我在公事集买了一卷布，如果能用得上的话，就更好了。这是上好的布料，来做冬衣正好合适。看来我没买错。嗯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哎呀，走了！霓裳，去送送吧。
啊，去送送。我干什么呀？你说我瞪你干什么呀？你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吧？那一个苏文宇纠缠不清已经够了，你还添乱。我呀，就是要让某些人看清自己几斤几两。我几斤几两？你几斤几两啊？小胖子，你给我站！哎，你个臭小子，你装糊涂还装懂啊？霓裳是谁呀？那是天上的仙女儿，是你能指望的吗？你眼前就袁湘一人，与你天造地设。你若不珍惜，整日伤他的心，当心被雷劈呀！那还是让雷劈死我得了。我没有按时做好你的冬衣，可会生气？你肯定有你的理由，我为何要生气？其实我虽然忙，但是做一套冬衣的时间还是有的。迟迟没做，是因为一直想象不出你穿上这套冬衣应有的样子，左想不满意，右想也不满意。如果做生意的都像你这样的话，早就入不敷出了吧。我对待其他主顾当然不会这样，只是因为是王爷你，所以不得不小心小心又小心，谨慎再谨慎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不是可怕，是我不想让你失望。因为您可是我出师以后的第一位客人，我很珍惜。更因为当时你在云锦庄对我的那些教导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教诲，我都没有忘记过。那看来我更要期待一下这套冬衣了。王爷放心，到时候呢，我一定会将冬衣跟玉佩一并奉上。霓裳，我正要去店里找你呢。这位是。哦，这位是欧阳公子。欧阳公子，这位是苏氏绸布庄的少东家苏文宇。早闻苏氏大名，幸会。幸会。霓裳，你们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欧阳公子来我店里做衣裳，我送送他。那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现在就去约好的那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我们早就约好的那个地方啊。你不是吵着要去看山茶花吗？我什么时候吵着要去看了？让欧阳公子见笑了，女孩子的心思可是真难懂。苏文宇，霓裳，你喜欢看山茶花呀？正好我院子里面种了许多，改日请你来赏花。欧阳公子，好像是我先邀请的霓裳姑娘吗？我在自家院子里请人赏花，好像不碍公子什么事儿啊。霓裳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霓裳姑娘说好送我一程，却把人撇在半路，这好像不是待客之道吧？对了，前面就是宫室集，如姑娘没事的话，陪在下再挑几身布料可好？就一公子，我得罪他了，与你要不要紧？无碍，除了做事，我并不想跟其他无关人等扯上瓜葛。感谢王爷替我解围。你觉得他是无关人等，可旁人却觉得你与那位颇有渊源。这位旁人是谁？如若非我相识之人，那便无需在意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需要点什么？看看。姑娘好眼力啊，这可是本店独一只啊。给，不用找了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给。王爷何须破费？我没权没势，
我有两个用不掉的小钱儿，用来成人之美，再好不过了。拿着吧。多谢王爷。只是王爷以后别再送我东西了，霓裳无以为报。你以为我想要什么报答？哦，不对，报答嘛，还是要的。那件冬衣，如果你做的不好，做的不用心的话，我可是不会依的。什么？洛王？是啊，小的派人跟了他们一路，亲眼见到那人进了洛王府。这一大条正是洛王欧阳子瑜。少爷，这洛王是天家派给公事局的督办，常与袁大人他们打交道的。您要是跟二老爷去公事局走动，也不会不认识他。堂堂一个王爷，为什么要去小小织衣铺织衣裳？少爷，您说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，小管家啊，您先去忙吧。哦，那小人先告退了。啊，表小姐。文宇哥哥。文秀妹妹，找我有事？没什么事啊，就是来问问哥哥，之前去查方氏织衣铺仿制成衣的事儿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没什么，他们早就不再仿制了。但曾经仿制过是事实吧？他们既然已经不再仿制了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你不会是想乔文宇哥哥下的？说到底，这是苏家的事儿，关乎的更是整个京城的织绣业，与我一个小女子有何关系啊？我不过是奉了二叔之命过来随便问问。既然没有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跟霓裳作对了。你放心，如果他行得正坐得端，那自然是不用怕的。掌柜的是谁？我是。观差大人，小人方恒就是本店的掌柜，不知几位大人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衙门接到百姓举报，你们制衣铺长期制售假货，奉府台大人之命，要将这些衣物布匹悉数没收。动手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们别！让开！能不能走啊？不能动！不能动！你们再有人反抗，一命带走，都别落下！里面放啊！救吧，救吧！这边没有了，那还有，好，再来个人，来吧！我的不，大少爷，这个月的账本给您拿来了。小管家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哎呀，喜事儿，苏氏的喜事儿。少爷，您可曾记得前些日子小人跟您提起过的那方氏织衣铺？因有人举报，现在官差正在查抄他们的铺子呢。哎呀，这个害人精总算是被人收拾了。方氏被查抄？对呀，方氏公然仿冒造假，扰乱商规，自然是有人看不下去了，便去衙门里告了他们一状。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呀。是你干的？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出面做这种事情？这都是行头会里那些叔叔伯伯们起的头，文玉哥哥质问我做什么？行头会，那是二叔牵的头。二叔也是为了整个京城的绸布商着想，总不能因为方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吧？严文秀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京城的事、苏家的事都与你无关，因为你和霓裳有过节，便公报私仇，真是小人之举。王爷。想说什么就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王爷，这事儿吧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吞吞吐吐可不是你的性子，但说无妨。王爷，那方氏啊出事儿了，听说有人举报方氏纺织、布匹什么的全被官府给没收了。哎，王爷，您一会儿还要进宫，您这一去方氏，怕是要为了天家的召见。是啊，王爷，大事未重。哎！哟，苏少爷怎么来了？陈捕头，方氏这一步一贯老老实实，在京城颇有声誉，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行个方便？苏少爷，别的事儿都好说，可这件事儿是府台大人卖了你苏家的面子，除非是你二叔亲自前来销案，否则兄弟不可一定。我二叔与方氏有些误会，请您高抬贵手，把东西先留下了。少爷，这事儿兄弟真的为难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兄弟还得回衙门交差。走。官差大人，舅妈，舅妈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这次府台大人开恩，只是没收你们的布匹，下次再犯，当心封你们铺子。回府。好。官差大人，舅妈，夫人。不该拿走我的。大人，大人，你们等一下，大人。原来是你们苏家干的好事。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怪不得这段时间老来我们这溜达，感情是给官家引路的是吧？整日没皮没脸的骚扰霓裳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这个伪君子。我成天，你别冲动。我怎么冷静？咱们都是被他害的，货都没了。你们冷静一点，你相信我，这事与我无关。与你无关？严文秀昨日来找茬，今日我们的货就被没收了，还说与你无关？你们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东西帮你们要回来的。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。霓裳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？我巴不得你事事顺利，天天开心，我又怎么会害你呢？苏公子还请谨言慎行，此事确实我们有错在先，但苏家实在不必赶尽杀绝。此事与你无关，还请苏公子离开吧。霓裳，你还敢碰霓裳？我今儿非得，混蛋，让你害我们，让你害我们，混蛋！放开我表哥！表哥，你没事吧？光天化日竟敢打人！简直欺人太甚，无法无天。成天，你再挥拳头试试看。我不打女人，赶紧带着你表哥滚出去。一群乌合之众，我表哥什么身份？轮得到你们在这大呼小叫、动手动脚？你们这些市井小民，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吗？文秀，你住口！我偏要说，这个霓裳，不过是出身卑贱、来历不明的丫头，就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还不知廉耻的到处勾引男人。说话，我今日就把话撂这儿，不把这个野丫头赶出京城，我严文秀誓不罢休。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住口！你给我回去。我不走。他在云锦庄的时候就擅长博人心，见到男人就眉来眼去，不清不楚。住口！你到底听见没有？出身高贵的严大小姐，口吐莲花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两位还是请回吧。走吧。走。霓裳，你听我说。你赶紧走。霓裳感谢苏公子上次的搭救，从此小店与苏公子再无瓜葛，还请以后不要再踏足这儿。霓裳，你听我说，闭嘴吧，滚！霓裳，霓裳，滚！霓裳。